为回馈和服务社会，拥有超过50年历史的国泰银行将于5月10日在工业市 Pacific Pond 举行第41届慈善高球锦标赛。活动筹得善款全数捐给9家非营利机构。报名参与日期由即日起至5月初为止。国泰银行副董事长吴平元表示，今年银行举办第41届慈善高球赛，过去多年致力于慈善工作，借此回馈和服务社会。他感谢当天出席的各家代表，认同各机构对社会服务的承诺。银行以回馈为己任，希望透过不同渠道支持社区。年度高球赛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年获得善款的机构包括亚美老人服务中心、国泰银行基金会、华埠图书馆之友会、洛杉矶国际协会、湾中文学校、安全辅导事工、帮助听力残障儿童的机构 No Limits for Deaf Children、太平洋诊所和台美传统州。银行于2016年慈善高球锦标赛上，为9家机构筹得约15万元的善款。